發言時間結束前30分鐘有聲響，夠鐘都有聲響。超時15秒都會俾你哋。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布俾各個參賽學校，請問雙方有冇問題？我嘅話，而家超時正方主持人有時間。Thank you.
嘅人，包括建制派、政協、人大代表，先係特殊，即係特區政府權力嘅真正來源，先能夠影響政府另一種高官俯首稱臣。我同埋有多一條簡單嘅選擇題，我中一同傳媒意見同，你覺得政府選擇推出邊個議員呢？亦都似反修例事件，最尾判咗兩個月之後先調，都係因為由中央批准，政府先有調噶。第二，考慮經濟資源，大家都知香港係全球貧富懸殊數一數二嘅地區，資產集中喺少數商人手上，雖然工具設施，特區唔單止失去大筆資本，仲可能引發大量失業。試問有關學校、傳媒監督，未必然有效到考慮嘅督促呢？第三，公權力嘅制衡，傳媒國家無面皇帝，係傳媒嘅監督，並冇公權力嘅加持，本身司法制度有法治去制衡政府，仍只得審計署有被拒開嘅權力改變社政政府嘅政府嘅決定同行事方針。咁我嚟個小總結啦，公權力來源，傳媒佢代表緊物以部分，講經濟資源，傳媒不及大財團，反而可能受制於商人，講法定權力，傳媒亦都權力。有關於偏視現象，一係同我方提出嘅各方力量比較，一係提出佢具公信力嘅標準，否則今日見題難以成立。多謝各位。去改變他們的抉擇。我們緊要的就是
係令到外國人同埋香港人變成係被適當嘅啊。除咗呢樣嘢之外，仲可以做到就係令收留啲證據啦，譬如政府有冇同學咁好啊？你不如直接答我啊！只單單靠市民嘅喚醒同埋靠外國政府嘅勸喻，係咪就可以令到政府必然地去更改自己嘅政策？我哋已經見到嘅係我哋六月十一日嘅時候。有冇同學？不如我哋問一問你啊！我想問而家立法會嘅文件室仲有冇？修訂逃犯條例已經幾多時間喺電視上？出入門就有一大步，其實今日有方同咧，就同今日政府咧冇分別㗎，一樣都係聽人講嘢㗎。有方同一直都話，全部係制衡唔到我，制衡到而家政府。但我方主辯都同你講咗好多嘢啦，第一制度就喚醒港人，令到人哋出市民出嚟遊行，甚至係作出一啲比較激烈。事實上有冇令到政府有讓步呢？係有的，我好似我方主辯所講，其實政府咧已經係撤回咗呢個條例，同意撤回，咁啊已經足以證明原來全部喚醒市民去尋求外國政府嘅幫助，係的而且確令到政府係有讓步咯。我哋今日制衡唔係話令到政府完全係聽曬，而係當政府出現一啲錯誤嘅決策嘅時候，我哋有能力令到政府有左右決策，佢自己個人嘅決策，呢啲咪已經足夠制衡到咯。但係今日有方就完全好似睇唔到咁樣。其實事實上咧，我哋見到有方同我哋講司法機關咧係立法會、立法機關一啲乜嘢，但係就見到香港嘅傳媒喺而家喺佢司法傳媒嘅地位啦。因為香港本來係理應可以制衡到政府嘅機關，係已經完全失效啦。好似立法機關咁啊，立法會原意咪就係都係制衡政府咯。但係立法會嘅功能組嘅議員，原來係有啲小圈子嚟選出嚟嘅。咁到底原來佢代表唔到民嘅時候，佢到底制衡到政府啲乜嘢咧？甚至原來佢哋其實都係撐政府嘅。咁所以見到立法會根本就唔能夠制衡到政府。更加嚴重嘅係，最近喺啲以前喺啲中央釋法嘅事件出現，好似2016年香港嘅立法會宣誓事件。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佢係因為中央嘅釋法之下而被取消之下，咁啊更加足以證明到立法會嘅功能已經逐漸喪失，我哋嘅傳媒喺呢個時候嘅影響力同埋佢嘅地位就更加重要。我哋再睇司法機關啦，司法機關原來中央係有解釋法律嘅權力嘅時候，司法機關判係咩咧？係根據法律，但係法律係邊個嚟㗎？原來係中央解釋出嚟嘅，好似呢個宣誓事件咁樣，到底佢？係唔係個議員宣誓合唔合法？原來係中央我話唔合法，佢就可以法院就因為唔遵從呢個法律而定佢係唔合法。咁到底司法機關監察佢嘅原意入面去咗邊度咧？有方台咧一直咧叫我方比較最有效嘅力量，但係其實因為某方都係要比較最有力量，最後嘅力量即係要做比較。我哋已經講咗傳媒對比譬如司法機關、立法機關咁樣，佢哋係最有效、最有力量。係可以去指導政府方面嘅決策，就係政府。相反有方，你覺得如果傳媒唔係最有效，咁喺你心目中最有效嘅個機關到底係啲乜嘢咧？呢個係有方都要同你講清楚嘅，而唔係拋一堆我司法機關可以啦，立法機關可以啦，然後就同我哋講你嘅傳媒係冇用㗎，唔係咁樣㗎。最後啦，有方台又同我哋講啊，有一啲政府係有打壓傳媒。我哋睇翻點解政府要打壓傳媒，就係因為喺政府心目中，傳媒係一個本係嘅眼中釘，佢必須要拆除呢個眼中釘，足以證明傳媒喺政府心中見佢哋有排喺度。他并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是可以选择去不任命他的，亦即是说他甚至乎
有方同學突然質疑到香港政府係咪又先要影響到中央政府嘅決策咧？咁有方同學，你而家唔係跟住同我哋講香港嘅傳媒嘅影響力係足以大嘅大到可以足以去影響到中央政府嘅決策嘛？唔好唔記得嘅係中央政府而家新疆議題上，甚至負責住全球嘅媒體編輯佢都依舊負荷喎。反之，我方認為喺現今香港嘅呢個語境之下，更加有效、更加有能力去制衡到政府嘅係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又或者好似審計專員公署呢一啲有公權力可以迫使政府回應、迫使政府改變決策嘅機關。因為呢一啲嘅機構佢哋嘅嗰啲嘅講法或者決策係有法定嘅效力嘅，例如喺之前嘅呢一個鎮英嘅行李事件入邊，當司法機關頒布咗話，原來機管局嘅決定係違憲之後，機管局係必須要去調整佢嘅既有嘅原則同埋既有嘅程序嘅。咁呢一個就正好反映到，其實對比喺傳媒，我哋嘅一啲有公權嘅機關先至真正有能力可以有效力去制衡政府咩？其次就係商界力量，點解啊？有方同學睇翻我哋今次嘅反修例風波啊，喺風波演完之後，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嘅特首鄭月娥第一個揾佢開會嘅係邊個啊？原來係商界啊！佢喺同商界領導人會議之後幾個禮拜，先至萬條千里咁喺度同市民展開對話會。到底我哋嘅香港政府關心商界嘅利益多啲，定係人民嘅觀感多啲？我諗呢樣嘢都唔需要我方再多加説明啦。既然如此，有方同學今日一意孤行，唔覺得值得聯繫成立，係因為你哋覺得傳媒對比起商界有更加多嘅籌碼可以同政府談判，一或係覺得傳媒有能力影響到中央嘅決策咧？多謝各位。被背色，向一隻港豬，向市民向市向呢個政府施壓時候，政府
誒全部係開會整個講義，但係會整咗之後咧，制衡本身就係要令香港政府嘅政策本身就令政府係唔需要對市民問責嘅，借同嗰啲條例為例啦。咁撤回係咪真係因為呢啲傳媒所凝聚嘅民意先會撤回咧？如果真係因為民意嘅話，係咪真先會？如果真係因為民意嘅話，會兩個月之後先會撤回咩？有幫忙嘅想法真係太美好啦！佢撤回嘅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嘅干涉啦，再加中國嘅准許之下，佢先會肯撤回嘅。所以話係媒體可以做到一係嘢，係要中央容許到佢哋可以做嘢，先可以真正去令媒體係有一個有效嘅有效嘅制衡。第二啦，我哋頭先我哋講到台灣有分台灣同台灣同兩位呢個例子啦。咁就算林鄭而家口頭話係暫緩啦，或者暫緩去到壽終正寢啦，咁其實我哋市民都應該快收貨啦。但係上台灣條例仍喺立法會度文件，佢隨時都可以通過到喎。咁呢個係咪已經係成為一個成功制衡到嘅例子咧？其實佢口頭上係話由暫緩變去壽終正寢，我哋其實本質上係冇變過喎，台灣條例都係隨時可以通過嘅喎。咁有方同話點樣先係一個可唔可以俾一個成功制衡到政府嘅例子呢？如果香港政府好怕民意嘅話，完全唔要開放主動民意，政府咁樣定義嘅。但我都好希望有方同埋口中所講嘅願景係成真嘅。事實上，香港政府唔怕民意，全媒主動民嘅能力並未削弱嘅。事實上，而家全媒面臨緊一個雙重打擊，第一擊全媒空間備受制壓，一國兩制之下，中央政府正係透過控制媒體嚟實操控民意，而呢啲被中央控制嘅媒體先被檢控啦。要求媒體增資超35%，26家媒體公司入面有8家已經被檢控，之後仲陸續有人檢控。不過要求有媒體有中國嘅資助，一次面對任何對中方不利嘅新聞，只能噤聲，導致報道偏頗唔中立，新聞自由被嚴重破壞。試問一味附和政府嘅傳媒有如何監督到政府咧？第二擊，傳媒係一個雙刃劍，網媒成為新一代興起嘅媒體，先的確增加咗傳媒嘅傳播力，但換嚟嘅係客觀嘅公信力。全部真係喺傳遞俾真誠俾大眾，但而家網媒報道追求快，好多新聞嘅即時報導都未證實過就已經出街，導致假新聞遍地開花。公信力太低，媒體變得受眾主導，就算網媒都要靠眾籌嚟營運，要收到籌款就要吸納粉絲啦。佢哋必須要跟隨大眾口味嚟寫啲文章，從此係媒體自己製造輿論。而家就要為咗媒體講媒體要走去同得睇要寫啲咩好，就報道就會難有啲關鍵判斷方法啦，就會放低咗全媒嘅專業性同公信力。最後有位同學仍然冇對我哋講嘅咁多個政制啊、司法制度啊、傳媒同傳媒咗直接嘅比較，希望有可能用少少時間我哋精神。多謝你啊！一個行動正正就係令到政府作出
如果呢度要讓步，咁呢度要乜嘢咧？我發現咧，我哋兩支喺分歧，就對制衡領域嘅唔同之處。我哋制衡其實係改變，我睇到中央係有權力去改變咗政府，呢個就係我哋所想講嘅制衡啦。咁有同學頭先講嘅撤回啦，其實撤回都係要中央嘅允許咧，佢先可以撤回噶嘛。咁就係想問下我個問題。制衡唔係話制衡嘅定義，係當政府為咗個錯誤決策嘅時候，我哋係有能力可以改變到個決策，左右到個決策。中央係政府係唔同嘅一陣子，佢哋由頭到尾都係自己人，冇自己人制衡自己人嘅道理。佢哋兩方面都係相力，中央會幫助香港政府去搞通同埋電話時快啲關，但係電話佢全部同全部制喺另一邊，佢保護真相，佢制衡呢個政府啊嘛。中央同埋港府係一個利益共同體，佢哋係可以互相制衡嘅。霍麗儀當時個港府係唔夠膽撤回，但係今朝就啱啱報道咗，林鄭月娥喺宣布撤回修例前一日咧，就啱啱揾咗習近平主席，我得到佢嘅同意先敢撤回啦。所以咧，中央係完全可以控制同埋制衡到港府嘅，有冇錯？好似中央，你哋所講中央，佢哋係同一陣線，佢哋都制衡。
由。商界溝通先啊嘛，第二就係由分行。
真相嘅時候，都明白點解政府要打壓傳媒。第三，其實有同學已經站唔住腳㗎啦。有同學一半就問我哋就話，傳媒成功尋求外國政府關注，係咪有經濟利益定係傳媒嘅報導呢？首先有關應承咗傳媒嘅影響力好大，即可以透過外國政府制衡香港政府。只係你哋想知佢哋制衡中性政府嘅原因係為經濟利益定係為傳媒報導？其實有方一直喺度講就係政治制衡係比間接制衡有用，但有方完全冇盡佢哋嘅論證責任話俾我哋知。再加上有方同我提，有方已經知道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被架空，所以後場嘅時候已經唔敢再同我方講，好俾你唔敢同我方講，我方同你講。香港嘅三權分立係指行政、立法、司法權力互民重屬，達到互相監察同制衡嘅作用。因此，如果一個香港政府係運作正常嘅話，理論上係透過體制自己解決內政問題。但係，但之前嘅討論委員突出，香港嘅立法機關崩潰，行政權力過大，司法機關都難有作為，三權分立失敗，所以先教到政府內部嘅制衡已經失效。呢個就係香港而家嘅核心問題。從來無時無刻都冇人會想遊行。大家如果真係開心嘅話，做港豬又有咩錯呢？但就係投完選舉立法，但就係投完選票立法會都唔足以解決問題嘅時候，遊行先未必做得更多。體制內嘅有抗爭，就因為體制內嘅運作已經崩潰。所以喺今次反送中事件當中，成日聽得最多嘅就係、是、你哋教我和平遊行係冇用㗎，政府會教一次，傳媒就播俾700萬人知道，傳媒係者人民要出嚟抗爭，亦都令市民明白到制衡嘅方式係需要逐步升級。雖然政府先係導火線嗰把火，但係傳媒就係將嗰把火變成引領市民前進嘅明燈，以和平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最後被捕，都證明咗香港市民即使幾積極去遊行都係唔夠壓力，所以就要通過傳媒嘅諮詢，呈現到外國政府關注，傳媒就將呢盞油盡燈枯嘅訴求帶上香港，希望出面嘅人係可以制衡香港政府，將希望重新點燃。其實成個政制風波嘅概念就同一個人類有病咁樣，第一步唔確就係發病，即係代表我生產原有嘅免疫系統做唔到嘢，如同而家體制內嘅制衡力量一樣失效。第二步就係食藥啦，我身體嘅警鐘提醒我就係病，就夠鐘食藥啦，就好似傳媒咁喚醒市民遊行上街。如果我本身嘅免疫系統都夠嘅夠強嘅話，我連兩粒啲嚟同都啱啱啦，但冇計都要節食。第三步就係陳醫生啦，我心諗本身就諗住食完藥就好翻曬啦，點知市民認真人去上街都係搞唔掂嘅，咁唯有再麻煩啲搶嚟睇醫生，就好似市民嘅力量唔夠，咁就要全部出手啦，搞上國際報下新聞，令到外國嘅政府關注，等人心飲水嚟制衡病魔。總括而言，反送中事件搞到今時今日咁大風波，就係因為用現行政府嘅方法一步一步咁失效，而傳媒就係一步一步咁樣引領市民，同埋帶領香港嘅上層大入市新機。今日嘅香港係好困難，唯一嘅就係傳媒，相信有一日會迎來一個好嘅政府、好嘅體制。就算今日面對應承難，多謝各位。有一個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嘅討論咧，係有講過嘅，咁可以翻去睇。
百零人，咁你能唔能夠講一個無即時，即反方要求一個即時見到嘅嘢，而正方其實可能係一個比較時間長嘅嘢。咁所以我覺得當雙方你執拗嘅時候，你哋真係要釐清乜嘢係最有效咯。即簡單啲嚟講，反方會執重一個 yellow object 嗰個嘅問題啦。咁其實朱經緯我都係幾棍之延伸啫。咁但係今日朱經緯都坐緊監，上訴亦都失敗嘅，或者暗角出境都俾人拿，即都係兩年之後俾人判入罪。咁我哋係咪單單以呢四個月？三個月的發展呢就能夠去判斷它是否一個最有效呢？我覺得因為其實在這條辯題上，我覺得是需要真的比較公平一點去看咯。即我明白當刻我們真的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但是是否長久來說我們看不到呢？這個其實反方是需要關注的，因為好似個感覺上反方呈現到一個好絕望嘅感覺俾我，咁但係呢一個係咪真係傳媒完全冇作用呢？我覺得要去考慮嘅，所以喺定義上呢兩樣嘢，我覺得係要睇清楚。咁同埋到底乜嘢叫傳媒呢？咁喺我眼中，我覺得傳媒咧，一般嘅往日嘅一啲嘅報紙媒體啦，甚至乎一啲新興嘅獨立媒體，例如立場新聞啊、獨媒呢一啲，我都覺得係嘅。咁但係去到林卓廷嘅個人專業直播咧，咁我覺得極其量都只係屬於一個社交網站。咁我覺得其實係咪單單嗰一日七二一事件係由林卓廷嚟去發布咧？唔係嘅，其實立場姐姐俾人打，咁即係證明立場姐姐都喺現場啦。點解唔用立場姐姐咧？咁所以相對之下，嗰個傳媒嘅定義咧都要落得比較好。咁同埋到底比較標準係邊一度呢？咁其實要講得最有效，咁你一定要話到俾我知道底，譬如嗰個比較嘅標準係咩咧？例如可能我哋真係去睇佢嘅成效啦，睇佢譬如邊個靈活啲啦、自主啲啦，喺時間上邊個收邊個能夠達到早啲收到效用、遲啲收到效用啦，甚至乎係一個係啦，呢幾方面上面，我覺得你起碼都要俾到一個比較標準咧，先至能夠睇到，即係先至能夠真係睇到邊一個係最有效咯。咁呢幾樣嘢，我覺得要留意嘅。咁而正方咧，我覺得比較留意嘅就係咧，佢開面咧其實講咗傳媒一直以嚟嘅作用，但係忽略咗最有效呢三個字。就喺開面咧，佢係從來冇提及過點解傳媒先至最有效。今日到底立法、司法機關點樣去執行？我覺得呢一個其實主辯就應該要睇，而唔係去到一二部先至去講。我明白四分鐘係短，但係重要嘅嘢一定係開場就去講咯。呢、這個連貫性我覺得係要留意嘅。同埋我明傳媒到底佢嘅作用喺邊一度？我覺得佢嘅喚醒港人，令到我哋去知道真相啦，又或者去引起國際關注，呢個係嘅。但係咪乜都係關傳媒事咧？即係咪真係等同於我任何嘅途徑都真係因為傳媒先至知道咧？呢一度你要論證，同埋係咪所有嘢都係因為傳媒，所以我哋先至收到呢一個成效咧？咁其實要需要論證嘅。咁同埋我好明白，即係大家其實明白。傳媒不是最直接的那個，但你要講到俾人聽，傳媒點樣嚟去間接地施加到一個無形的壓力嚟去俾呢一個政府嚟去改變。其實反方問咗好多嘢，到底即係有冇一啲實質嘅例子？咁我諗有嘅，即係例如警報嘅問題、過期催淚彈啊，或者警察咧嗰個不當使用武力咧，其實德國咧係禁賣咗武器俾香港。咁呢一個你咪唔使同佢去嘈，到底撤回修例係關經濟事定關咩事咯？呢一個完全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啦。咁所以我會覺得你哋去講嘅時候，可以抽取一啲事件咧，係真係比較直接啲，咁嚟去講咧就會容易啲啦。咁而反方嗰度咧，其實我覺得比較其實真係比較得幾好嘅，因為佢真係能夠做到話到俾我哋知今日咧。其實冇人需要向民意負責。其實今日我哋真係可以唔需要你民意，唔需要你傳媒嘅。咁但係講嘅時候，即係到底對方一啲所謂成功嘅案例，你點樣能？
即係啱聽唔聽，唔啱聽聽翻今年講嘅啦，係啦。咁啊，第一就係我覺得咧，其實雙方條主線咧都有啲嘅不軌嘅，譬如正方先咧，其實咧我唔係好明白咧，你哋開傳媒嘅聯合嘅定義出到嚟嗰個校長點樣做？其實你冇好好話翻俾我聽，或者你想講嘅係姊妹，即係或者你想白大頭哥係姊妹諗下，而家我哋嘅制度都比較難。但係可能我背景冇好，但係個校長其實係冇乜點樣運用過你一輩人開出嚟嘅嘢啦。咁同埋咧，我覺得你條主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呢個叫做一葉知秋啊嘛。即係其實現今香港你可以唔可以，即係你可以講係淨係呢幾個地方做現今。但係我話後雨傘去到今日嘅香港，我定義為現今香港又得唔得？其實都得。其實你哋都有講喺你哋嘅定義入邊咧，回歸之後，我唔知啊。我唔知道你哋現今香港係回歸之後，但係雙方其實冇攞過呢一樣嘢。咁好啦，咁但係你哋係冇去質疑過，喂點解你可以用純粹係今日條條例係咪撤回咗，或者係送中運到其實到依刻我哋即係唔好話三個月或者四個月啦，總計都四個月啦，你講十月九號完咧，咁就算做到幾多嘢都好，都唔代表就係好或者就係咁，所以呢個嘅打法係咪真係係好？好即係好好去個後場去運用咧，其實我自己有保留，因為如果你可以講多啲，其實話可能話，譬如話鄭若驊思想有善變啦，咁啊邊個係蘋果係揾航拍機拍出嚟咁樣，咁最後當然鄭若驊繼續喺上面做緊，但係佢老公最後都要即係罰款啦，咁究竟呢個係咪喺你哋嘅生活中叫制衡咧？其實所以你要考慮下究竟呢個打法其實係對你哋最有用啦。咁我覺得喺論點上咧，其實係。我接受的你話喚醒港人啊，同埋向外國，即係外國係向外國尋求一個協助，所以就係好政府。咁但係譬如外國嗰個你去後場，我都可以，呢個好重要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外國我自己不斷去質疑一樣嘢，就係係咪外國傳媒報導，所以就會令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通過咧咁樣，定還是其實你忽略咗好多連登仔嘅力量係佢哋去做協助去外國登報咧？咁嗱，如果佢哋係登報嘅話，好明顯佢哋就係監督政府。所以其實，如果你哋了解多少少嘅事件嘅背景嘅時候，好多嘅例子其實未必係學自你哋口中嗰個咁口響嘅啫。咁所以外國嘅呢個力量究竟係點樣嚟？呢個係我係好想等待你哋去拆解嘅。咁而一路延展落去咧，其實我覺得咧，你哋有幾個問題出咗。第一個問題係質詢嘅時候啦。其實你哋係，我覺得你哋係質到係你哋嘅服務嚟嘅，即係質完嘅感覺係質完仲冇嚟咗。個原因係我覺得。你講到其實任你哋執完出嚟俾我感覺係任何力量都制衡唔到政府，而唔係傳媒最有力量可以制衡到政府。OK， 咁所以呢個你哋要留意翻睇翻你質詢嘅過程，一路俾人哋呢種感覺，因為你問好多問題，咁司法都冇用㗎啦。咁有咩有用咧？其實你哋係問唔到太多嘢出嚟，呢個係我覺得蝕帳。去到一顧嘅時候好啲啦，因為我覺得好清晰去聽翻你哋嘅立場出嚟。你哋講兩樣嘢，因為傳媒嘅監督導致。行出嚟制衡政府，而我一直相信你條主線係咁嘅，但係好可惜呢樣嘢去到後場，其實你又變咗，咁一間解釋翻。咁所以咧，一副我覺得你係講得到，我想即係你條主線後邊嗰樣嘢，其實傳媒做嗰個係監督，而監督帶出嚟嘅信息導致你同我都有心行出嚟。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所以其實你可以食咗一條主線嘅，佢條主線就話中央啦、商界啦、冇法力啦，或者即係所謂冇法定嘅權力去執行呢啲嘢係佢條主線嚟㗎。咁所以你咪承認咯，係啊，香港而家佢玩曬㗎，香港政府玩曬，所以四個字先可以制衡政府，嗰四個字叫公民抗命，而導致公民抗命嘅一個好主要嘅途徑係傳媒嘅力量去驅使嘅，所以傳媒嘅監督係制衡政府最強嘅。呢個係理想方案，但其實我聽到全場咧，係冇人有一句咁樣嘅説話，令到我要俾好，即係俾多少少嘅分數，好好隱晦咗啦，你打得。咁第二樣我咧一貫都打得好嘅咧，其實你係可以話俾我聽，其實人民行出嚟或者外國係可以打爆曬佢口中嗰啲司法冇用啊嗰啲乜嘢，咁呢個我覺得係 OK。但係咧，你係。講到不傳媒其實係更加重要，我好想聽點解咧？點解咧？其實你冇再講，冇延伸嘅資料去做比較，咁所以呢個你係蝕咗張嘅，係啦。咁跟住咧，你就會問完人哋問題啦。喂，你話俾我聽乜嘢先係最有效啊？其實坦白講咧，我覺得你一問係合理嘅，但係如果我哋打辯論咧，聽人講嘢咧，聽字面係一個層次，聽人哋。
片底下嘅信息咧係冇乜層次，咁你要其實佢其實主面或者佢質詢嘅時候，佢要話俾你聽，潛台詞話俾你聽，乜嘢先係最強嘅？就係中央先係最強嘅，就係商家先係最強嘅。當然你可以問多一次等佢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問我嘅話，其實佢已經講咗，你就如果你高多少少嘅技巧同直接策略，點解嗰啲唔係 ？OK， 呢個係咁，但係我覺得問得好嘅就係、是最後嗰條完之前嗰條問題其實係可以延展落後場嘅，就係、是、話喂，咁點解而家香港你哋口講到咁多打壓？咪正正因為佢知道全部好勁咯，全部可以制衡到佢咯，所以佢不斷打壓佢咯，得唔得？即係點解隔離嘅外星咁唔俾通過你即係去參考啊？大家唔話啲信息俾你聽，因為你係佢競爭對手，你同佢有互相牽引就係力量，所以先特別忌諱你。咁嗰啲咪冇乜所謂咁，你咪俾佢咯。點解你降曬盾牌都唔俾佢採訪？咪就係、是、因為佢驚嗰啲傳媒採訪完之後，將信息發過完，令到市民行出嚟去再制衡佢咯。咁得唔得？即係佢傳媒係唔會一撳個掣發邊度，聽日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行出嚟。咁傳媒點樣可以導致獨立調查委員會行出嚟呢？就係報導完警報，然之後你去上街，令到政府要噴啦，最後令到獨立調查委員會出現。咁呢個就係成個傳媒嘅嗰條路軌或者軌跡。咁可惜你哋係講得唔出嘅。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去到二副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同自己條主線咧係調轉咗個車頭嚟，因為你係覺得人民其實都係唔可以令到政府去制衡到政府，咁就好大劑，因為你成條主線係靠人民嘅嘛。咁但係二副又講唔係喎，咁我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張分子嚟，一般入面嘅比賽係唔同嘅咧，你下面係會有一啲即係溝通啊，或者係一連貫性嗰樣嘢咧，就會喺嗰個位置上面咧會有比較多嘅失分位啦。咁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好大嘅問題嚟。咁好啦，所以呢個就係、是、基本上就係你哋成條主線，我覺得推演嘅問題啦。反方咧，其實我覺得你哋講到中央嗰個權力咁大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冇問題。咁但係去到後場咧，呢樣嘢就會好 loop 啦。即係不斷都係講緊，咁中央權力大啲啊，商人權力大啲。其實我回應過咁傳媒喺你嘅心目中，即係嗰個角色去到邊度咧？即係譬如你話俾人聽，喂，咁外國係報道啊咁樣，咁但係咪因為淨係傳媒報道，所以外國就即係先至有制衡嘅力量啦咁樣？咁呢個問題可以問一次，但第二次再唔同樣嘅方式咧，我就會有保留咁樣聽我講嘅。咁所以全場嚟講咧，其實我明白你哋嘅打法喺邊嘅，但係當人哋話人民係比你哋嘅中央，即係你哋嘅講法就係、是、喂，佢成日聽中央講，咁好啦，咁我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啫，中央要聽邊個講？中央調翻轉嚟講嘅，又係要聽香港市民講，哪怕係我哋嘅聲音係好微弱，中央理我哋嘅原因係可能係唔知啲乜嘢都好，但係我哋總會有個信念就係、是、我行上街，我行多一步，中央嗰個頭咧，哪怕一尾向東走到咧，佢點都會肯慢少。究竟你相唔相信呢一樣嘢咧？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去你哋去釐清究竟人民嘅聲音對於力抗衡中央嘅嗰個威權去到乜嘢嘅情況？呢個係你哋即係去到一二半，其實都冇去點樣去處理過啦。咁同埋咧，要小心呢一樣嘢就係立法會文件雖然仲有嗰條即係逃犯條例喺度，咁但係係合理嘅，因為係。佢就算佢撤回又好，佢受中政策又好，佢都仲要 list 喺嗰度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俾佢聽，佢仲 list 喺嗰度，所以其實就等於冇事咁樣。咁所以你翻去睇翻啲法律嘅文件呢個位，你就應該可以睇得翻清楚少少。係啦，咁最後咧就係、是、結面嘅時候咧，咁首先咧就俾少少建議啦。我哋如果有嘢贊嘅，就係、是、你話俾我聽咧，對方嘅二副有矛盾位咧，呢一句話咧就夠咗你最落分嘅，因為真、就、係、是。你一點出嚟，我一定要加分俾你，因為係啱嘅呢樣嘢，係咪？但係有啲人可以提醒。如果即係我唔知啊，修辭學嘅角度咧，你講比喻咧就唔需要，即係如果你講個比喻出嚟咧，你唔可以話唔使話俾大家聽啊。嗱，而家我講個比喻俾大家聽先，即係例如你見到黃子華講笑話，係咪啲同學笑話？各位同學嚟咯，我講笑話咯，係我笑喎，我唔笑喎，即係你直接入㗎啦。嗰個即係你冇準備嘅時候，聽完嗰個攻擊力會即係入心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問稿咧係你好多成分咧，我質疑嘅邊個位咧平衡嗰個位，即係我自己嗱，即係可能我自己有少少認知障礙啦。平衡咧應該係睇你中意睇波
緊小朋友，如果仲有不談話，踢波好勁咧，我覺得有啲得意嘅。即係舉舉舉 C 朗啊，或者係明斯啊，或者係一啲新嘅球星啊。所以即係究竟嗰、那個嗰、那個不談係你教練嗰個年代，你嗰個年代咧，應該小心啲有啲。即係可能我誤會咗你，如果係咁，我唔好意思啦。但係如果係真嘅話，你就要睇下呢啲所謂嘅蛛絲馬跡位啦。咁總結一句咧，其實雙方。處理問題的時候咧，就我覺得資料是手邊嘅，即係冇乜為之去論證。第二就係喺回應人哋嘅論點嘅上面咧，其實應該就下一場開始可能就要大家放少少啦，多啲去即係主動去攻擊一啲即係對方唔合理嘅位置。即係如果你睇翻我自己，我有寫落去嗰個評判喜好嗰度，我係好重視咧人哋職場去指出啲乜嘢。咁所以其實你嗰一句咧，應該係救翻唔少分數，即係哪怕係可能後邊我係組織係。即係完成都好，但係你好即場去話俾人聽係咩錯位，好重要。咁啊，少少意見。中文點要改革嘛？係咪？中文點要改革？咁本來9月16號咧就已經係個諮詢完結
兩樣步咧，咁我覺得你哋第一唔應該淨係打呢個嘅反修例，就算你真係淨係打呢三個月都好，即係可能未必好似頭先個評判講話真係打咁遠，因為我覺得可能你哋都雖然我都打遠呢對佢哋有利嘅，因為有好多民意影響政府讓步嘅位置，其實係發生咗好耐，即係譬如你真係講遠啲，佢哋話回歸之後，其實同埋講2003年或者國教，其實有好多好多，我覺得傳媒係做多好大力量，但係因為你哋淨係限制喺反修例就蝕咗啦。咁然後就算你真係退一萬步，你真係淨係講呢三個月都好啦，咁都唔係淨係講反修例呢一件事，係講政府喺呢三個月入面有好多嘅政策、好多嘅諮詢咧，都係因為傳媒嘅報導、人民嘅關注，而令到政府咧係有不同程度嘅讓步或者係回應。咁但係呢度咧你哋都甩咗啦，咁所以咧又係好可惜嘅。咁而且咧，我覺得有個位咧就係對方咧，你哋喺質逼問嘅時候咧。在自由辯論的時候，我都有個位置應該要逼問咧，就我都諗唔明白，究竟邊個講過係因為中央支持撤回，所以先有撤回呢？其實由頭到尾都冇講過，即大家都其實大家都全部都陰謀論就是話，因為林鄭問到中央，但係究竟係咪中央政府有認過？而家係我叫林鄭認話撤回嘅，或者林鄭咪有認過？因為我問過習大大，所以咧我就一定要撤回。其實唔係由頭到尾冇人講過，但係呢一樣嘢俾佢哋講咗成場咧。你哋都冇回應我，於是咧我就即刻上網揾啦。我就上網揾新聞咧，都冇人係正面咁講過，就算係劉兆佳或者嗰啲立法會議員建制派都冇人講過。反而中央出過一次聲係咩聲咧？幾次聲，唯一一次聲就係國謝，就係話逃犯條例咧唔係中央叫你搞嘅，係林鄭自己搞嘅。咁呢個就國謝啦。咁然後後來咧，就算中央又出嚟開嗰啲記者會都好，佢都話全面支持林鄭月娥嘅任何決定，即係佢都係撇清得好快嗰下，我就唔點解反方個呢個。如果在哪裡來，還有我不明白為何政方聽到你不明白的事為何不問呢？因為我就是覺得很奇怪這個位置，所以就是你們應該要問多一點點。另外呢，就是有個位置呢，我就是覺得你們呢，譬如問多利益共同體的問題，即是我覺得他們有個邏輯問題呢，就是在他們的角度裡面就只有利益的共同體才可以互相制衡，是不是真的呢？即是這個定義又在哪裡來的？為何我要跟你有同一方面的利益我才可以制衡你？為何我不可以是你的反對派我去制衡你？因為外國的政府是怎麼運作的？為何國會或者是為何立法會有建制派和民主派，就是因為大家是對立，所以我們都有個制衡作用。但是問題是他們又講成場，就是他們整個的邏輯就是講說利益共同體才可以互相制衡，如果你是反對就不行了。咁我覺得呢個邏輯嘅問題，你哋都冇回應我。即係其實我覺得反方今日咧，你哋略勝一籌嘅位咧，就係第一俾我聽到好明顯嘅比較啦。第二咧就係你哋有好多呢啲混淆視聽啦，或者係不合乎邏輯嘅位係講咗出嚟，但係咧對方係冇回應嘅。我覺得呢招咧都雖然我唔係好欣賞啦，即係我人格上唔係好欣賞，或者打辯論上唔係好欣賞，但係咧我喺比分上面咧，我就不得不俾你哋啦，因為你的確係俾開咗好多呢啲位出嚟，係對你哋有利，而正方係冇一個有效嘅攻擊嘅時候咧，咁你哋咧就會攞分啦。咁不過反方咧都有啲問題咧，就係我覺得反方喺 free 言度有啲涉張嘅，就係你哋俾我感覺有啲撳住打，因為你哋喺 free 言嘅時候咧，其實冇乜捉住自己有利嘅位去反問。你哋點解最後會用盡時間發啲咧？就係因為你哋不斷咁樣去回應對方嘅問題，但其實你哋有啲 free 言咧，你講完之後咧坐翻低又冇乜特別一啲好有攻擊力嘅問題啦，即係你可以諗下會唔會似啲假兩難俾佢哋？我覺得一副咪有條一副條 final two 其實幾好嘅，即係問話究竟傳媒可以改變咗中央啦，定改變咗啲乜嘢？咁我覺得呢啲位置你可以喺 free 言度。你可以在 free 電度諗下會唔會繼續追落去，繼續追落去，你逼令佢喺 free 電度同你逐樣比較咯，即係你話嗱，你而家咧唔講，你唔講話機制係點啊？不如你而家就直接定個答案，究竟傳媒改變咗中央啲乜嘢？傳媒改變咗商界啲乜嘢？傳媒改變咗社會啲乜嘢？咁我覺得如果你喺 free 電度咧咁樣拆開嚟問咧，咁你哋起碼可以消化對方時間啦，同埋咧就可以翻翻自己嘅主線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我覺得嗰個第四條同第五條其實問得好好，但係咧你喺質詢嗰度咧你就停咗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問得好，你以後在 free 的時候，如果你真的覺得或者在質詢的時候你問了一條問題對方答不到，你不要立刻收，你不要說現在你答不到好了我就講第二樣，明明就是因為他答不到，所以你才要繼續追問，即是你想問一下他，就是你覺得林卓廷直播你又是叫傳媒了，那連登拉的你又是叫傳媒了，那究竟跟這些跟蘋果那些又怎樣計呢？或者那你在你眼中怎樣理解第四條第五權，即是這些位置是關於定義問題，還有對方一個很大的，即是他們都一個很大的戰場。咁我覺得如果你係有利呢方面，對方真係答唔到話，其實你可以追問多少少。咁呢個喺追問嘅技巧上面咧，就可能會好啲咁樣咯。咁最後咧就係想講少少咧，就我覺得係嗰個態度嘅問題啦。即係我自己覺得正方今日咧喺態度上面咧，我幾欣賞正方入邊。我覺得佢嗰種慢慢講，但係同你講道理嘅嗰種感覺咧，其實我係幾受呢種嘅。咁就算佢俾人打到好亂嘅時候咧，其實佢講都已經好亂啦。但係個態度咧仍然有一種好慢慢同你講，好講道理嘅感覺咧，其實我係好欣賞，即係我不斷睇嘅時候，我都聽你。
話質詢啊或者自由辯論嘅時候咧，就最好咧，譬如你真係覺得佢答唔到你問題都好，你都話不如你答下我問題啦，或者究竟你哋幾時先答我？即係個語氣咧就冇話你咁幾時會答我啊？你可唔可以答我啊？咁樣我聽落去咧就會覺得，尤其是當你問完之後咧，咁啊阿正輝走出嚟，好好温柔、好有禮貌咁同你講嘅時候咧，咁一個比較落去咧，